球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比赛现场为您带来第一手的资讯。虽然当地已经入夜，但是还有很多热情的球迷来到了现场。比赛的解说不是别人啊，还是我王涛和大家熟悉的老朋友苏东。本场比赛双方将会为了一个进入四强的名额而展开争夺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墨西哥女足。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，他们还有一段路要走。淘汰赛历来都是残酷的，这两支球队中只能有一支杀进四强，继续为冠军而争夺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后卫在关键时刻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门将这次啊该做的都做到了。是的，他的水平还真放在那儿啊。对啊，主裁判出示了黄牌，这是补给刚才那次犯规的。门将双手把球拿到，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。刚刚还说啊，这是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，话音未落，你看球权就被对手拿走了。唐佳丽成功找到队友了，这脚跳传不错，相当有威胁。这个传中没有成功，球被防守好，球门将立功了。干净的滑铲抢到了球权，娄佳慧好的只接外球，对手犯规了，裁判给了任意球。机会非常好，轻轻松松扑救成功。王双，机会来了，好的，没有任何悬念，破门得分。再看一次这个精彩的进球，打得太漂亮了，发力非常充分，守门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这球出界了，接外球。娄佳慧，王双一次成功的打身后，唐佳丽，如果这球打进的话，他们的领先优势就将扩大为2球，那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胜局了。是啊，现在仅仅只是1球领先，球迷们看上去也是提心吊胆的。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拦截啊，对手的进攻戛然而止，犯规，裁判鸣哨了。门将拿到球了，没有问题。费拉尔，球权又转移到了他们这边。蒂芬尼梅尔，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？这个球啊，机会不错，人气的一次扑救啊，嘿，好险呐！他们可得好好感谢门将，必须的，直接开到了禁区里，
这球直接顶给了门将。他，你看看这门将几乎没有动，把球就收了。对，犯规，裁判鸣哨了，这下他危险了。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。裁判看到了这个犯规，但是没有终止比赛，传中到了禁区里，防线成功解除了这次危机。这个挑传意识很好啊，但是力量没有控制住，这球嘛必须是门将的了。王霜，中路的队友接到了这个横传，但是对方的防守也到位了，算是一脚不错的射门。这高度压下来的话会更有威胁。来到了前场，禁区内有队友包抄，看看这次横传，这脚远射被门将给化解了。上抢效果还可以，对方的脚下球拿不住了。王珊珊，这个传中不太理想啊，对方球员直接拦了下来。现在他们手握一球的优势，好好利用这个角球啊，应该可以扩大领先优势。他们错过了一个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，机会出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犹豫，可惜球没有打进。第四官员示意补时一分钟，起脚传中，落点啊找得很准啊，门将鱼跃扑救，小球开向了禁区，这次解围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。当值主裁哨响，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。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，双方已经继续在奥林匹克球场展开下半场的争夺。球被拦了下来，他会怎么把握这次机会呢？裁判示意越位，场边已经在准备换人了。张鑫扎到对方腹地了，可能有机会啊，精准的挑传落点非常好。哎呀，他们现在本该是应该两球领先了，我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真的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啊。哎，失误了，他们把球权交给了对手啊。刘佳慧，好的，这一下太重要了，这可是在禁区里啊。本蒂洛弗莱斯和门将一对一的机会，他就是防线上的定心丸啊。王珊珊传给了王珊珊，机会啊，门将证明了自己，这是一脚精彩射门，如果这个球打进的话，他们就能将比分差距拉大到两个球，但对方门将成功的将皮球拒之门外。
现在有反击的机会，宝贵的角球机会，看看双方能否打平。角球开到禁区里，虽然做出了解围，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成功，危机依然还在。危机成功化解了，双妹子往上拿球，唐佳丽射门，球没进啊！这个球就要夸夸这个门将了啊，直接化解了危机。球权易主了，王硕球进了，现在是两球领先了。嚯！这个位置的机会你几乎不可能浪费掉，非常近的距离，门将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，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。这球啊，裁判给了一个任意球。看裁判的样子啊，应该是告诉他，哎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了。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我想裁判应该就直接出牌了。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，接下来就看他了。唐佳丽，这球又有了，已经3球领先了，但是他们看起来啊，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。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，拿到球之后整个由守转攻的过程非常流畅，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飞网窝，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。拼抢成功，他们拿到球权了，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。蒂芬尼梅亚，这个球应该能找到队友，这球有了，这脚打门没有给门将任何的机会啊，几乎可以说是理论意义上的死角啊。比分被改写成3-1了，传球出现了失误，对方获得球权。哦，协助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。张睿再次把球交给了王双，往禁区里打，传中。这次威胁已经不再是威胁了，绝佳的反击机会。球被断下来了。这个球太危险了，不过防守队员及时破坏，拦截了对手的传球，抢到了球权。任意球，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打门了，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派上替补队员。这脚任意球很有威胁啊！啊，我都以为进了，结果就偏了一点点。啊！张鑫、王珊珊破门良机，哦，又进了一次完美的表演，成功上演帽子戏法。
这个乌龙球啊，只能说运气太差了。你也没有办法，这就是防守队员的日常，足球的一部分。你已经尽到了全力，但悲剧还是发生在你身上。是。比赛快结束了，比分一边倒，没有悬念了。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，张鑫，王珊珊，门将轻松地做出了扑救。补时只有两分钟，里贝卡伯纳，斯蒂芬尼梅尔尝试射门，门将立功了，比赛正式结束。